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日在平壤观看了南韩访问北韩的艺术团在平壤的首场演出，今次是南北韩关系改善的另一个最新迹象。这个是北韩最高领导人首次现场观看南韩方面艺术团在平壤的演出。金正恩原定计划只是出席两日后的两韩联合表演，但是因为日程安排而观看了今日的演出。而此外，在北韩艺术团平昌冬奥会期间访问南韩演出的时候，南韩总统文在寅曾经到场观看。南韩的韩联社报道说，金正恩在星期日表示，文在寅总统观看了两韩联合演出，他至少应该要看一场演出才算是礼尚往来。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都中焕说，金正恩在观看演出时就歌词等提出了不少问题，表现出很有兴趣。演出当日晚上在东平壤大剧场揭开帷幕，持续了两个钟头十分钟。十一组演艺明星当中，包括有南韩流行音乐的多名著名歌手。